路在未来，你予我一世人最后的期待，你是我的未来，希望你的了解。想要向世界谈判是来意，爱你爱到白目白。的中秋看世界日落两世，你是我黑暗的心，唯一的光，亲像是眼睛的灯火。原谅我这款放荡的人，原谅我做这款夭寿的梦。每一摆你的眼神在震动，拢让我无法分西东。我用我的人格来保证，我是永远袂后悔。你是我无情无情的爱人目睭，无疑是上水的迄个。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，拢怪你走入了我的人生。无心的爱情伤害已造成，你我着爱来负责任。燕凡康康老师好，你唱这首歌的版式很好，让我觉得说对了，这就是康康该有的那个气势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到了最后的飙高音，我也觉得 都没有出任何的让我觉得出彩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气势真的是赢了大半。但是今天两位都那么的好，所以我很希望能够再看到你们再次比赛。哇哦，韵凡老师，我觉得你那个刚才哦，就是如果有机会要看完你一个表演，再给你一个建议的话，我是希望你从头到尾都不要把墨镜拿下来。为什么？尤其是你把它拿下那一刻，那么用力要摔那个眼睛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就感觉上是有一个指令，突然就是拔掉、丢掉，你就做一个很。反弹呢，就好像那个墨镜，好像是蟑螂一样哎。对，因为你拔下来那一刻，我们那边全部笑喷。对，不是啊，就一个很喜感，明明很帅气的耶。啊，没事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其实有个地方哦，是让我印象很深刻，而且我觉得真的唱的，就是我们讲层次来讲，就一层一层，就是让我到最后还让我觉得，哎呦，有点被电到的感觉，就是唱了我没有歌词那一段，哇、那个。真的 那一段你回去听一下，就是真的是超有层次，而且每一段哦，就是会有一些惊喜的推进哦。那我觉得今天两个都唱得很好，但还是希望有一个人输赢啊。